陳茂波話：本港經濟產業結構有大量改善空間，未來應該加強創科發展。上海金山區有石化廠房凌晨起火同爆炸，至少一死一傷。歐洲多國繼續受熱浪侵襲，法國部分地區禁止戶外大型公眾活動。各位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：本港經濟產業結構有大量改善空間，未來應該加強推動創科，配合國家發展。